这么重要的一个大选的过程里头，公运的、劳工的一些弱势底层人民的一些诉求跟声音，完全被淹没掉。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特别的去集结了一些社运的团体、公运的团体、工会的，那希望能够很辛苦的，希望在这种大选的声音里面能够突破，能够突围，把劳工的声音可以至少是提出来。我们在每一场公斗的国事会议之后，我们都会做一项列表，到最后我们会把所有列表出来之后，我们会拿出列表去找这些问号的政党。基本上现在的所有年金系统就是都是职业年金，职业应该几个部分，基本上它是依照所谓的薪资你的薪资、投保薪资然后来决定说你要去缴交的保费也就是在提拨的部分是依照你的薪资进行提拨。另外一部分就是在给付方面也是用你的薪资进行提拨，包括这个年龄大概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比如说在社会保险层次上面包括你可以看到军保、公保、劳保、国保，那在员工优先的话，就包括退伍和老退那依照现在职业年金，以职业别里面，第一个它以职业有一个区分不同样的职业别，它有不同样的保险系统，或是员工优先系统。这第一个就是依照职业别的不同，然后这样差异。第二个是在个别的职业里面在同样的职业里面它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以劳动保险来讲如果说你今天是高薪的人，比如说43,900，或是未来要45,800，那他的投保的薪资就比较高嘛，所以他保费比较高，未来的给付也变得比较高。但是问题是，劳保里面最低的投保的薪资是11,000块，那11,000块，他虽然他的投保保费是相对低的，但问题是说他未来的给付也是非常的少的。所以在这个职业年金系统里面，当然出现两大差异，一个就是职业别不同的差异，第二个是职业之内。基因之内里面薪资不同的人差异，所以它大概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叫做所谓的保障不足、分配不均第二个叫分配不均，第三个叫保费不够的问题。在职业别里面，因为职业年金体系的关系，职业别产生非常大的差异，制度上面产生非常大的差异。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劳工保险，它是在年金部分是1.55%的薪资给付率，但是以军工教的工教保来讲的话，它的薪资给付率只有0.75%到0.3%。所以大家才会讲说工人比较好，但是相对社会保险层次来讲，劳工的社会保险就是劳动保险，其实也来的比军工教人的工教保的给付压力高，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在所谓的员工休息部分，劳工现在是劳工薪资用确定提拨6%的方式进行提拨，然后未来是以这一笔钱个人账户进行给付。但是如果你看工人退休退伍给付来看的话，它是采取一个确定给付制的方式，那它的薪资给付率、它的计算方式是本薪乘二，乘以你的在职的期间，再乘上2%的薪资给付率。所以工人和军工教人员的差异，就从劳退和退伍之间的差异远远的拉开了。它里面差异包括它的制度，一个叫确定给付制，一个叫做确定给付制，一个是确保，一个是叫做强迫储蓄，劳工叫强迫储蓄，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这个财务问题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很简单，所谓的潜藏负债的概念是什么？它有一个基金的水槽，这个水槽里面呢，它把未来所有你可能将要给付的，也包括现在愿意投保的人也包括未来即将投保的人，这些人他未来都要给付给他，劳工保险或是以个人社会保险，谁都水付的都要给付给他。然后所谓的潜藏负债是怎么样？把未来104年的给付、105年的给付、106年的给付，一直到未来可能20年、30年后的给付，用了一个经济学的所谓折现，折现到现在加总起来，然后拉到说，所以我要把这个东西补足，因为这些叫做我们的潜藏负债。什么叫潜藏负债？就是可能将要产生的负债，它并不是现在就已经出现的负债。所以这个是一个存量概念，是把未来一头拉股弄到现在。现在的社会保险完全不是用这个概念。那之所以政府劳保局为什么他要用这种概念来弄？因为所有的商业都是用商业年金都是用这种概念来做。但是问题是，我们以政府强制力来做的一个社会保险，它并不是用这种确定提拨完全准备的方式。那现在我们的概念是什么？我们的概念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水槽，水位少少的，不用完全填满，基本上是流量入就是保费。出就是给付，
但是刚讲人口失衡在哪边？保费的部分，年轻人缴费少子化，薪资低薪化，给付的部分，老年人高龄化，所以导致了这个财务上面产生的失衡状况。要改变这个问题，基本上是要把保费提高，因为你要确定给付。但问题是，年轻人已经够少了，你还要把保费提高，那他的负担也非常非常重。这是一个我讲保费不足的问题，它是一个从人口结构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它不是纯粹的一个财务问题。第一个，我认为说，面对刚刚上述所谓职业年金的三个问题，第一个保障不足，第二个分配不均，第三个保费不够。面对这三个问题，我认为要逐一的以这个步骤进行改革。第一个要架设基础年金，为什么要架设基础年金？来，基础年金的概念就是在原来既有的职业年金下再垫一层，所以它叫基础年金。而这个基础年金跟职业年金最大的不同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并不是用保费来作为它的财务来源，它是以税收来作为它的财务来源，一般性的税收。什么叫一般性的税收？就是政府透过扩大不管是所得重分配的薪资所得税，或是各样的间接税，或是各样的遗赠税、遗产税、赠与税，或是资本利得税，这些税全部加总起来，这些一般性的税收，通过这一般性的税收来架构出来这个基础年金，所以财务来源来自于税收。第二个，它在给付方面，它不因为你的职业年龄有不同，也不因为你的薪资所得高低而有所不同。换句话说，比如说65岁之后，大家比如说退休一定的条件，达到退休条件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到，比如说10000块钱的台币每个月。先哪里来？税收来。所以为什么有这个机会？因为台湾现在税太低了。台湾现在租税负担率只有12%左右，连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么自由主义的国家，这么新自由主义国家，它是20%。你更不用来谈到说，相对社会就是较 相对较好的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法国40%的租税负担率。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的租税负担率非常低，也就是我们未来去扩增税收来提出基本年金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我们过去的老年生活就靠商业保险公司保我们一半的未来，今天我们要不要来想，资本到底可以怎么样重新掌回、重新掌握回我们工人的手上？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把2兆的商业保险的保费，我们可以把好几兆的四大基金的钱拿回来，成立一个工人类似工人主权基金这样的概念，工人自己来管，能不能对我们未来更有保障？而且我们更会负起监督的责任，让我们看这个每一分每一毫的钱是流到哪里去。现在的确有四大基金，现在的做法是，第一个，我们根本搞不清楚是哪里选出来的代表成立了这些社会保险的管理委员会；第二个，它是委外代操的，我们只知道我们的钱拿去救股市、拿去护盘，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的退休老本拿去救哪一些股市，拿去干嘛。但是如果有一个工人主权基金，它的投资是透明的，你可以决定你自己这个账户的钱要投到哪里去，你会不会每天盯着它看它是涨还是跌，到底怎么样可以让你的保险的未来 老年生活的第一桶金可以赚得进来。这个是我们自己在想的，工人主权基金可不可以把这个工人对主权的、对资本的控制权跟主导权拿回来。那我们完全同意用税收有一个基础年金，但是我们也提出了刚刚这样子的架构的思考，希望引发大家更多的刺激和讨论。简单讲，我们赞同今天工作所提出来的要有个两层式的全民健保年金、全民退休年金保险法，我把整个我们的退休体制架构起来。那这个保险法的第一个部分是基础年金啊，那这个保险法我们希望把现有的军保、公保、对公教保险、私立教师的保险、劳保、退伍、劳退、农民年金、国民年金等等，目前所有的法规、年金体系跟各个大的退休基金全部整合在一起啊。那第一层的基础年金，我们希望是凡是年满65岁的台湾住民都可以按月领取。那我们目前定的这个标准，当然这可以讨论，是当年度的最低生活费标准。那所谓当年度最低生活费标准，就是以那个地区每个个人可支配所得的中位数的60%下去算，大约在全台湾平均大概是12000个。第二层的职业年轻人呢，我们就是把目前所有的包括公保、劳保、
军保、农保、军工教退伍跟劳退全部整合在一起，采取随收随付的制度，然后由国家负担最后天补的责任。那我们也认为第二层这个保费，它必须要用实际的薪资当做计算基础。那有一个会设定一个合理的调整费率，然后来让它足够支应每年要发出去的年金的这样的制度。那第一层跟第二层的这些加起来的每月给付总额，如果超过前一年的劳工平均薪资，目前是47000元，我们认为超出的就不应该再有。就是我们认为劳工的退休，所有受雇者的退休是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不应该高过于平均劳工的薪资。刚刚您这有提出来有关于功能主权基金的部分，我们也高度认同。那我们觉得是说，所有的这些基金哈，应该是要以基于资讯公开跟公民参与的部分，能够让所有的利害关系人能够参与监督哈。政府的四大基金亏损的问题，大部分其实是有关于政府的不当干预哈。在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建立法制哈，就是在2008、2009的时候，我个人有参与跟各个环境团体、跟公益团体、跟社福团体，然后我们有将对于四大基金有关于劳退基金跟劳保基金这种基金的投资问题，那我们有做了一个社会责任投资的第一次在台湾去诉求这个方向哈。社会责任投资哈这部分最主要是我们其实在资金流的这部分呢，所有的这一些不管是政府的基金也好，财团的基金也好，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里面去破坏环境跟破坏社会的一个最大的元凶哈。那我们大概从一般的法制上，大概只能从一些比如说保险业去投资房地产、不动产的这一些上限哈。那借由这些小小的改变哈，做这些小小的上限的控制哈，那其实非常的不足。那社会责任投资准则最主要是，只要是我们建立这些准则，当我们发现了所有的这些企业违反准则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他必须要卖出。原则上，大部分接受所有的工会团体所集体智慧所产生出来的这些，那我们的文书资料是大部分是原则肯定上的。那比较有困难的是，有关于年金跟长照这两块，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改革哈，非常的困难。年金的部分最主要就是裁员的部分，那裁员的部分又牵涉到，不管是政府的税收不足，然后政府的税收去分配到不当的开发，那这些烟火式的消费，那所以在年金的部分，这个裁员的部分非常庞大，那在长照的部分也非常庞大。那实在力量基本上都是之前就有跟工作这边有讨论过，那在年金的主张的部分是认同，当然我们也。所以基础年金的部分我们有一些共识，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年金制度可以朝向一个平等，那对于财政可以有永续发展的方向，那这样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支持公投。所以你们会签？对，要签。